加入超多白糖。这个芝士玉米吃起来会拉丝吗？会。老板，这是网红摇摇冰吗？怎么卖的？嗯，对，我要一个可乐的。草莓柠檬，我加个草莓了。大爷，年糕饼还有吗？有，我要一个。好嘞。这是什么馅儿的？豆沙。哦，多少钱一个？1.5块。啊，好嘞，我全部都是1块钱一个吗？这个是什么？鸡皮、豆泡、西芝大面筋，就是肺、龙虾球。今天吃，明天定。就要这些吧，多少钱？毛鸡蛋怎么卖的？3块钱水。我要一串实蛋。知道。啊。少放点是吧？对，放一点辣椒就行，是吧？这是纯虾滑吗？对，这是纯虾肉的，一点点那个鸡蛋，还有那个生粉，其他没别的。这样就做好了，是吧？对。老板，烤苕皮还有吗？有。我要一个。一个多少钱呀？9块。这是钵仔糕吗？对。这都是什么口味的？这是桂花的、草莓的、百香果的、蓝莓的，不是火龙果的，这是蓝莓的。那怎么卖的？2块钱一个。那我要一个蓝莓的，一个百香果的，然后再要一个这个粉色的。老板，棉花糖怎么卖的？10块的、5块的。5块的是煎的糖，10块的是泡糖的。放的是黄色的糖吗？白的，大包大包的。放了哈，酒酿。桂花，不放花生。山楂，葡萄干汁吗？加入灵魂红糖浆。都有什么茶呀？有绿茶，有红茶，有一个暴打渣男柠檬茶。老板，为啥叫富贵的茶？老板叫富贵吗？对，李富贵。哦，就是我。我说呢。今天是夜宵局，现在已经快10点了，先吃个铁板虾滑，我们这也有了，好嫩啊。这个是买的网红摇摇冰，拿回家都成水了。这个是实蛋，二哥竟然里面是带有小鸡的，一口下去全是毛，天哪！这个是我们这最近超级火的一个老大爷卖的糯米饼，中间是豆沙馅的。吃起来油润润的，甜滋滋的奶香味儿。玉米可嫩了，来个冰汤圆解解辣。
今天买喝的买的有点多了。糯叽叽的，这也太爽了吧。差点把这个棉花糖给忘了，丑小鸭变成小黄鸡了。好久没吃过这种棉花糖了，入口即化，真的是入口即化。哇，大晚上的吃这个糖有点罪过呀，真的好甜呀。好了，就吃一半吧，这个棉花糖全都是糖。拜拜。